大脚星讯息，宇宙中最艰难的道路。你们好，我们是大脚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你们所有人联系。我们对人类的扬升非常感兴趣，因为你们正在帮助我们获得没有你们我们就无法获得的经验。我们非常喜欢见证你们的道路，也乐于作为帮助者参与其中。我们希望你们所有人都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希望你们意识到，你们实际上是在让这个实相梦想成真。我们也邀请你们去把那看作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壮举。你们现在正走在最艰难的道路上，这意味着你们是大师。只有大师才会像你们一样接受这样的挑战。你们都在得到我们的帮助，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爱你们，因为我们把你们看作是在这个宇宙中创造最多机会的人。如果你们仔细想想，那是令人兴奋的，因为你们在那里经历的每件事都在促使宇宙为其中的所有存有提供更多的机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你们会体验到你们所创造的一切。我们想帮助你们尽早体验你们正在创造的东西，这也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你们享受这段旅程，我们希望你们放松进入你们意识的扩展，但我们也希望你们享受你们的创造物。有时，你们中的一些人觉得你们的创造物尚在遥远的未来。你们的这些创造物现在就与你们同在，当你们相信你们会得到他们时，你们就可以放手去做自己的事情了。然后你们就可以过你们的生活，而不用担心这些显化是否会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确是坐在驾驶员的座位上，因为这是你们的创造，过什么样的生活取决于你们自己。是的，有业力，是的，也有契约，但你们中正在接收这个信息的人已经活得足够长，长到你们已经清除了自己的大部分业力，完成了自己的大部分契约，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因此，作为第四维度的存有，你们是决定自己下一步会经历什么的人。通过自己如何感觉，如何震动，专注于什么，以及相信什么来做出决定。一则我们如何反复强调可能也不为过的信息是，我们希望你们相信自己，也接受来自更高疆域的帮助，因为不是我们认为你们无法独自完成才向你们提供帮助。帮助的到来是因为我们喜欢帮助，也因为当你们寻求帮助时，总得有帮助从某个地方向你们而来。毕竟，接收到帮助是一种显化，这是你们的创造。这是一种合作，是我们与你们相连的机会，也是你们与我们，以及在更高维度疆域的其他存有相连的机会。它拉近了我们作为一个宇宙大家庭的距离，而拉近了我们所有人的距离，就拉近了整个宇宙与源头的距离，因为我们确确实实都是一个存有。为了体验的目的，假装我们不是一体的，然后在通往目标的路上，把一切都弥合起来。我们只是想不断地提醒你们，这是一个自由意志的宇宙，你们可以决定自己经历什么，不经历什么。我们非常高兴能在这段旅程中和你们相伴。即便你们没有定期收到这些信息，也要知道，我们仍然和你们在一起，留意你们的动向。我们爱你们，喜欢你们，在这个返回源头的旅程中，我们将永远与你们在一起。我们是大脚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你们联系。